Bilim Salonu.干得不赖嘛，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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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泡汤喽。小潘大哥，你听我说，这不可能啊！这江子江湖，哎，这一年我虽然没有上学，可我并没有放弃复习。这一次说什么我也要闯过这道鬼门关呢。老弟，我佩服你的勇气。如果你这回真的考上了，我宰一只羊羔为你庆贺，怎么样？啊？哦，这不是惹子亚吗？啊？建安大哥你好。啊，你好，大妹子。哎，你愣着干嘛？快去帮他把柴火背回家去。嘿。老弟，老弟呀，嗯，啊，哎，进来，老弟，我来帮你。嗯，好，咱们走吧。嗯，走吧。哎，你们的活很重，你累了吧？啊，没什么，来，放肩上，你放。哎，你真坏，你这。哎，来，我来帮你。我要起来，妹妹。好，好吧。好好，你当心啊。哎，艾丽，现在不干活，但是工作也在回忙里。哦，不会的，如果我把工作丢了，怎么向你们交代呀？这么说，你没忘记自己的诺言？哦，若姐，我能忘记吗？来吧，宝贝，到这儿来坐啊。哎，乖啊。好嘞，兰子呀，其他的事我来做。你快去复习功课吧。我帮你打完囊，再去复习也不迟。你听我说，去年临高考的时候，你为了给别人请医生，半夜里从马上摔下来，把腿都摔断了，母亲还没好利索。哎，真是的。要不，这会儿你早都上大学了。
不知列呢，也用不着这么吃苦受累的补习功课了。哎，没法子，今年无论如何你也要考上大学。什么？我怎么不习功课嘛？爷爷，庄子的，干嘛不把他们送到我哥哥家去？哎，你哥哥正是因为看不了好，才送到这儿来的。他们吵得我没法不习功课，你得想个办法哄哄他们呀。那好，那好。Allah Allah ve Allah, İlim Allah ve Allah, Allah Allah ve Allah, ve Allah.哎呀，爷爷，您这是干什么？我需要安静。哎，这个是不让他们哭嘛？那你可以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呀。哎，这是不嘛？我有什么办法？你好，姑娘，你好。这是什么？妈妈，爸爸，你们不要吃饭的，赶紧吃个什么孩子？赶紧吃西藏的给珠穆朗玛藏的珠穆朗玛峰，世界上最低的盆地。西藏是山东庙了的，是我们的吐鲁番盆地。世界上最长的内陆河是哪一条？是我们的阿里河。那最短的河呢？最短的？有这样的河吗？那点没注意啊。别紧张，没事。我们的盘河。你肯定真的说这是我们的土蕃盆地，像这样的答案也不可能给没有。这是让到西北西藏我们的土蕃盆地，能辛苦分的。哦，哎呀，我是为了记忆方便才这样的。是吗？你可真会去找窍门啊！哈哈哈哈啊，热子呀，热子呀，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热子呀？哎，表姐，不知道，妹妹已经有好几天了，感到恶心，他们一天没的，总是不停的说什么。哦，也许是太阳太疲劳了，散散步休息一会儿吧。呀，艾丽，你到了好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是抓紧休息吧。来用劲儿，站着。好，别客气，别客气。来，关门来啊！来，要不请坐来。拿这根，拿这根，看着脚下。过来了，过来了，哎。看着脚下，看着脚下。好，别客气，别客气。用劲儿，来，关门来啊！来，要不请坐来。慢点，慢点，好，好，好，慢点，放下。关门来，放下，放下。哎，喂，有消息吗？什么消息啊？好消息，贾胖大哥，什么好消息啊？参加高考的人明天到林场招待所集中，林场用汽车送你们到县上去参加考试。啊，真的吗？啊，贾胖大哥，你们快去准备参加考试吧。哎呀，哎，你们听着，我们要参加高考了。大胖大哥，祝您好啊！
宋先生，我好了。你血压正常，看来没什么其他的毛病。你也要把我们给带来点，就那个等。还是让哥先生怀孕了。好了吗？你是有等症，我脑子短时间哎，所以去年没考上。你如果不是因为给我爷爷请医生，马上摔下来，脑就跑掉了。别这么说，我相信你今年肯定能考上。
估计我可要留在这里。能比较的，要不说了吗？你今年也一定能够考上。我们一定得给他。哎，对，对啊，写信。你不懂的地方我帮你。这边先上来这边了。你们在这边吗？这是你一定要努力的地方。我到，那我也能不下点吧？什么下点？你也得来这边去嘞。你先向我发了誓，我在向你发誓呢。走吧，我一定在你的帮助下里面考上大学。你说，你让我发证据嘞？说实在，不是我一直在想说。听了吗，四哥？大姐，从小一天天的穷不过。你这次里面能制造的，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来接受我的爱吧，接受我的爱吧，人子呀。你答应我吧，你答应我吧，你不答应我就不松开。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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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儿子呀，儿子，你来了。对了，你感觉好点了吗？好点了。在你病好以前，我每天都来帮助你，跟你的客户相处也真是的。谢谢，把这个瓶子喝了，洗一洗，我们俩一块吃吧，让爷爷。Thank you.
哎，这表怎么样？不，这下子湿透了。冷吗，热不热？还好。好大的雨啊，这个。儿子，你怎么样？我害怕。好吗？慢点，慢点，有我呢。儿子。马奇，真糟糕啊！拉斯，康达克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不是同学结婚吧？奥利梅的大学里不允许。不是英法米亚是白的。我们的考试成绩都还不错。我是白的。如果为这事上不成大学，那我们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我想光天没的。艾丽，你就一个人去上学吧。你们去，咋的？你们去是得不得？你不能这样，老姐，是把我们送不买的。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啊！这是安心的去上大学，我一定是你肯定回来。老姐，来。跳个龙道的爸爸。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你们好消息，你们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艾丽，艾丽考上医学院了，我呢？给。Yar aysen, oğlum, ben şimdi gittim. Hiç çoğu hep bu şansın. Hem bize, orman işin oğlu. Doktor bu kadar da bir işin. Ben bu kadar da bir işin. Ben bu kadar da bir
妈妈，好小宝妈。哎，孩子，你们这个老高兴都来不及啊！我和大你怎么还哭呀你？你像二娃的，真是。艾利哥，啊啊，艾利哥，艾利兄弟，加班大哥呀，加班哥了，莫巴来，我说，我祝贺你。你真行啊！今天我要亲手宰了这只羊，为你祝贺呀！Biz endi ham olamni olib qandoq yuzimizni ko'tarib yuramiz. Bu aqlimizni qirg'an nasiya bilan. Ne aytib ketsam to. Uning nimasini ish chiqarmaydi qarshi. Bu nima degan sachilik? Voy voy, bo'ldi qilar. Sizlar aganim nima fayda? Bo'g'liq bo'lsa, nima yo'q? Bo'g'liq bo'lsa, qanday qilsa? Bu ham ketmas, shu qilsa. Chaqib bilan to'g'ri qilib qo'yaman, ko'rdi. 你不消消气啊，这个就是把他的头发揪出来，叫他秃着头去见人，人也会耻笑的嘛。我怎么在风凉话了？一个样子把老黑人当成了气。这怎么叫风凉话？事情已经这样，只要他们一结婚，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呀，不，我爱他到法院告那个流氓，叫他上不了大学，看他怎么办。姐姐，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告他。你让他去上大学吧，他一定会回来。快，记着，我求你了。姐，姐，你别送了。这是一百块钱，一袋肉。谢谢你们，我永远忘不了你们。那要是能是我的妹妹，我让麦克帮他看看奥本海默。
buni opamni ko'rgan ko'zim ko'rdi.
坐呀，接着坐，来呀，好的，要谢。还接到吗？家里来信了。啊，家里来信了。要是俺还当了人，那这样子我都不晓得去。穷人的，我不羡慕的。是他提出一万两的钱子，是我不给的。他看俺们能拿的一万的东西。艾丽，毕竟我们是一家的，虽然心里很多，我还是凭什么我们不是给的？我能去当的还是给的？你能干俺的事儿么？俺们俺们没给钱的。我还给的，咋的？咋的？这样的，我觉得你才是白痴。我要是你能不做完的，咱们不要生气，我就当了。俺妈，今天中午就知道，起来一个人都没让他过完了。你们说实话的呢？你是干嘛？你是干嘛？你演的？他是干嘛？是你有什么事想听别人的话听见的？要放心，别说我的事。那什么是我们的难处？我什么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难处，是我们的孩子。是妈妈，我没能听。哎，大鸡蛋！妈妈，妈妈，我要吃鸡蛋。别哭了，你们是别来不了。鸡蛋，我们要把它弄成甜的，给放在地上。妈妈，你们是别来不了。是个白生了，就给孩子做个吃的。你吃不完了，宝宝拿着，给妈妈给放了，吃别嘞，吃别嘞。我不吃这个东西，天天呀。老公婆，我不吃了，等爸爸回来我再吃。等爸爸回来我再吃。
才刚休息。怎么回事？没长眼吗？可是我觉得活够了，你大姐真不。哦，对不起，我没看见。哎，侯大爷，真保佑了你啊！那谢谢您。这样，过一阵。兄弟们，你叫什么名字？名字我叫尤里斯。尤里斯。嗯，是。哎，小媳妇儿，哎，好，哎，你真漂亮，啊，哎，走。哎，小媳妇，你茶喝的怎么样啊？哎，小媳妇，只要你多看我几眼，我就给你几壶茶钱，怎么样？啊？啊，别说，捡不上你木头，说溜怎么样啊？我又不吃人。哎，小媳妇，怎么样啊？咱们兄弟们，不要怕呀，多注意点。好嘛，慢点啊，等你妹妹。哎，别走啊！哎，别走，坐坐坐。哎，你看你，我打你！哎呦，哎呦，我操！你这个老婆去！你给我放老实点，有人有你好吃的，给我滚！哦，等着瞧你！你等，你干得真好，孩子。没事吧？想能够艺术馆文艺队工作，免费做。哎，上来啊！七点了，哎，哪个交了？交了。哎呀，再修吧。你怎么让一个年轻的妇女干这么重的活？这是她自己要求干的。怎么会呢？这活工钱多呀。哦，原来是缺钱还。其实这样也不太合适啊。你瞧，她的双手都快磨破了。给她换个新的。不能对这个。看来今年这葡萄长是不错。我说孩子，多亏了你精心的栽种啊，如果没有你，我一个人哪能顾得过来呀。走吧孩子，回去吧。啊，走。大婶，今年包葡萄就能收入1000多块钱。那是呢，虽说这葡萄是我的，可利息都是你出的，挣了钱不能只归我一个人呐，我的好闺女啊。大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忙喊是您帮助了我呢。预备的嘞，房子来让我住，不收房租，我们能出这么点力，算不了什么。也难得讲那事儿。瞧你说到哪儿去了？我的孩子，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有个伴儿了。你给我打呢，洗衣服比我的裙子你带我还要轻呢。不给咱们带事儿，咱们说这些了。我有一个想法。你们什么想法？哎呀，要是你老人家同意的话，我们想把葡萄卖了，再加点钱，我们买十只羊，对着。好，这倒是个好主意呀、啊。羊毛、羊肉都是钱，不过，这么一来你会更累的。就把它卖事儿，苦尽甜来嘛。你说的对，孩子。娘子呀，好消息，你姐姐来信了。来吧，孩子，我给你穿衣服去。啊，走，穿衣服。娘子呀，你好。今年暑假期间，学院组织我们去夏令营，你暂时不要给我寄信，以免落在别人的手里。这活你干合适吗？还可以。听说你是个高中毕业生，这活对你不合适，我想让你当我的秘书，怎么样？我对这工作已经很满意，我没有当秘书快点。我看中的人是不会错的，就照我说的办。喂，谁家小孩被砖头砸伤喽？喂，什么？你干什么？我的孩子呢？你谁？Thank you.
给他看呢。阿姨来了。不少了，这孩子不少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给孩子治疗。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师傅，不好，你看到这个耳环吧？要卖多少？这是。你这个名字是？我不会计较钱。那是不打卖呢。Karaganda, jelas hissat ve teyye nokşa isiz. Bu tu 250 son ben sen. Bu hiç şey değil. Ya iyi mi ba? Ay. Ni bu mai zhege, wo zhe jie zuo zuo de gun de gun de ba tuo. Ge.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это. Это не так.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эт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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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это.我把钱带来了。嗯，刚才有人替你交了吧？谁？听吗？好像叫马里。请进。客人。啊，喂。啊，来来来，请这边坐。我把你替我付的医药费送来了，谢谢你的关心。哎，不，你别误会啊，我完全是一番好意。钱我有的是，这钱你拿去。给孩子来点营养品吧。啊，不必了。啊，请等一等，到这里。我有话跟你说。说实在的，我真的不忍心看你这样子搞的。你是个女的，哎呀，我弄而且年轻漂亮，你应该尽情的享受。这就是你要说的话吗？不，要不就不来嘛。说真的，我，满是呢。很喜欢你，好的，赵子爷。请原谅，小马里巴，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这我知道。慢，别的慢。孩子的妈妈在发洪水时失踪，可是跟自作为了不更。请你想一想，他即使活着，也早晚你不管他多么为难姐，是那儿子好像他干的，说不定他已经另有希望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你可真是和我自己。我是为你着想，这好得了。你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就答应我吧，老子。你就不能忘了，我爱你，不能爱，老子。你，我爱你，你给我放开！
哎，你干什么？霍克打呀，霍克打呀，不要往头上打，让你下小条。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不要，别打。야라이자아그냐아잡작실당진우민의다임보다진도는어디에아왜래우리스포도는마사실두분내리면서미야악들을땅슬라별애매시키포톨까나빠른말길럭비스키150섬드립10섬시키포톨까어디다질끼지말아온섬된지금섬대미시키름섬보도도13마不能要没得给点钱吗？也是要没关系，瞒着吧。我有。万良，不，可是你点一下吧。菩萨帮的还是女先生，别说抽烟的，没那个事了，别。哦，谢谢，我叫艾米。不容易啊！哎，孙子，这钱靠我的马车挣来的钱。来，阿拉，是，不是灰色的哥？哎，詹姆斯，你想开车吗？哎，不好，不是，我跟你玩，你玩一会儿吧。太爷，有的累了吧？走，哎，到屋里休息一会儿，再走吧。哎，走。莫心的，这边回木子，三宝了，这下可好了，的确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处理那辆马车？哦，你刚好用不着它了。来了，来了，我来的。我那西就卖掉吧。那我们把它买下吧。你说什么孩子？我们买它做什么？啊，那大婶，你老先烧子了，哥子这不是不想让你老卖家挣了，留着让你弄了，在家待着。看来给自己买好运输。你们说什么人呀？你是女人呐？可是孩子。不是那么的，从古到今就没有女人敢教跑步运输啊！不嘛，不是，俺这不是经常会有的。科长，进来。我的主任，这边的家伙我等死。是的，家伙干等，请坐，看到我等。我估计老娘对你之前的表现反应很大。这是我呢，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一个人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很不容易。你说呢？我就完了，这一点我不说。你也不是，我当不了。起码他是有一定的及格。对你还嫌不够，还无故不参加晚自习。晚上不按时返校，这些都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学生应该做的事。好了，到了，大家请下车吧。好了，刚好啊，好。那，热子呀，你好，你好，太爷，热子呀，大姐，怎么样？干仗就这么累吧？还是可以的。这里下雨天长，对跑车很有利啊。是的，我的想，那回来我们。去年我在你身上弄上点钱，本来就赚了上千块钱。十二只羊，现在我到了二十几只了，鸡也养了不少。可是我们不知道的，
青年，我是不是的梦梦上大概净收入上千块钱呢？回到荷兰撒沈阳，他来给斯登塔普刚出了两跑车挣的钱，可能是一万多块。我能看，可能我是不能看嘛，先生，你进店吗？他可以进店吗？那城里人，好多那个结婚了，啊，可是不知道，是为了干的是啥？是为了可能是干哪的？本来现在两间包过来呢，15,000左右啊，好多多。也看见一个蛮好些的，你看的，不难的啊，哎。这样就太好了。哎，车都满了，走吧。好嘞，来了，再见吧。艾莉，热子呀！喂，热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来买东西，我来看你。谢谢你了。可是，不能这个，这是学校。如果让人看见多不好。那马上就走。艾莉，艾莉，你们危险！怎么回事？有的天上都很难玩天了。哦，我的亲戚来了。哦，你别介意啊，我马上就回来。我马上就回来。啊，来，你们得给我吃个安乐。哎，有的是干子，哎，你们怎么学的？我我跟你说，哎，你把钱告诉我，我和你爹爹没决定过。他对你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却不知道。艾莉，我不会牺牲你的幸福，让你们的婚姻不幸福。这是不道德的。听着，艾莉，我们的关系没有必要继续发展下去，何不慢慢以此为止？再见。아미스유디니다
放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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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出动那个钱，别让我轻易我揍你！住手！住！拉兹亚，拉兹亚，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米尼，你们的村子艾丽，你尽管骂我好了。太晚了，艾丽，被施暴的，我们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是已经无所谓，看到谁起来了没？我知道的，暴露在你的份上。姐姐们，你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吗？你亲吻过一次孩子吗？你给一次够爱的吗？你为孩子都做了些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受了什么样的磨难？我们受了什么样的磨难？过着隐居生活，全都是为了能让你大学毕业。我们生下这不合法的孩子，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可你却毫不羞耻，去追求虚荣。你欺骗了自己，欺骗了别人，你还欺骗了孩子。听说别人欺负你，我为你着急忙心。我到这儿来之前，心里想了很多，很矛盾。最后，还是来了。可是，请你不要误会，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后应当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再见。这次回去别忘了带我向你姐姐问个好。这东西这东西不能送了没钱问怎么马库正安娜我答应我们那个人伊丽莎现在由我来照顾，伊丽莎你就放心的走吧。好难的啊，好，那就麻烦你了。来孩子，叔叔抱。哦，听话，听话啊，我走了。大家家好，等一等，这是你的。我是让奥特曼，伊丽莎。